好多人啊，在那干嘛呢？我天，打陀螺呢，围了一圈吃瓜小群众。六合一的陀螺好帅啊，见都没见过。小朋友孤军奋战，能不能行啊？我天，上来就干，主动出击，完全不把对面的六兄弟放眼里啊，在陀螺盘的边缘疯狂的旋转啊，不会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吧？六兄弟的战力果然不行啊，小家伙都快气哭了。太好玩了吧，我也要买一个。老板，这个最帅的陀螺我要了。戴尔陀螺到家了，裂天魔剑，名字都这么霸气。看见没，飓风战魂战斗王，防御合金化，战力大爆炸，顺口溜似的，挺有意思。还战神环、攻击环，还有防御环。我去，攻防一体的陀螺，那我不是无敌了吗？怎么玩啊？回收，然后旋转，再蓄力，最后发射， so easy。我的魔剑好重啊，做工太精致了吧，整体都是金属制成的，四种颜色搭配起来显得也很战斗。攻击环是独立的小轴承。妈呀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。这个是改装陀螺的工具，这个就是裂天魔剑吧，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实际作用，手柄包装的太结实了。陀螺拆开研究一下，防御盘好重啊，不行啊，弹得我手疼。我天，太帅了吧，来吧宝贝儿，试试威力。玩具店老板带着陀螺和陀螺盘过来了。不是吧，哥俩落荒而逃，这不是浪费我感情吗？不行不行，再来一次。这两个老六把我的魔剑干躺下了，再来个加时赛。小样，你俩还嘚瑟不？今天太开心了，明天带着我的魔剑找小朋友 PK 去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。